叶总是把你也调走了，你就跟着启辰，听他的安排就行了。我听他的。南山核电机组这个项目跟你没关系了。你要踢我出局？叶爸要跟网联合作，把你们的核安全标准跟我们一起共享。这事儿 A 系总部知道吗？现在机会来了呀！你觉得我会为了你跟林天成反目成仇吗？我给你看样东西，危险。